紫藤花仿佛紫色瀑布倾泻而下，还有蜜蜂穿梭其中翩翩飞舞，远看就像一串串葡萄挂在树上。武林农场限定美景吸引民众拿手机抢拍。错过了二月的樱花季，但是这一次呢，碰到紫藤花的盛开，很漂亮，很梦幻。错过樱花季，藤花来接棒，而且不只有紫色的，还有特别的白色藤花随风摇曳，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花香。不晓得是它们抹香水，还是这个樱花香呢？真的很香。来这边好美哦，太漂亮了，而且它有那个悠悠的那个香味，很棒哦，很美哦，嗯，赞。一旁还有白色大岛樱开得漂亮，吸引大红纹凤蝶在周围翩翩飞舞。武林农场春天百花盛开，樱花之后就是紫藤花，再来还有白藤、口红藤蓄势待发，初开中。一直到四月中旬都可以看到这样紫色的白藤，在整个武林农场的场域陆续绽放。先开紫色的紫藤，后续会开白色的白藤，以及淡淡的粉红色、紫红色的口红藤。预估四月就是最佳赏花期，趁着廉价出游，想要欣赏紫藤盛开美景，可要把握机会。华语新闻侯世成、宋君毅、邱子玲台中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华语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